金片头哎、欸，超帅的、啊，刘海好，真的是你做的吗？一直都知道后置很强大，对，因为我们知道这边是血汗工厂，你好像常常被分配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哎，都是小帅哥私下跟我讲。啊，能够看见的内裤是怎么做的？只要转到跟该蜜一样，就是内裤。我的刘海不听话。好了，那我们今天。可是他戴帽子，他整个岔开，这样会很怪。他没有太长，他就是岔开啊，岔开很丑。你这人，你的刘海比较塌哎，你有比我塌吗？你的今天头发好塌，我是丑分，这是整个丑分，对啊。对，你有点塌哎，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弄一下？你稍微有点塌。我被跳舞加了一点时间。赶快趁现在。没有啊，我这样子很自然的。空气刘海。空气刘海。我们自然的那种感觉。空营三 D 回归。听得到吧？送三万。我不知道哎。Some people pray and they God for some magic. Cause no easy love could ever make them feel the same. No easy love could ever make me feel the same. Make me feel the same. 你要按着。要不要给你抱枕？还是给你抱枕？还是一样的。没关系，不用了。它其实是长腿啦。不是话，你等下太激动都喷了。你要不要？那我就是瞬间就会有人问躺在他身上。身体啊，他是身体啊。如果你要面向他，怎么成是我？他这飞走舞好像就是慢慢的就结束了哈，哎，他今天的配色是蓝色，我看到他袜子还发现是蓝色哎。对啊，那我们等一下问小帅哥他对于他袜子的感想，因为他通常说不出什么好话。哦，对，小帅哥喜欢惹。你要问小帅哥啊，哎，杰瑞，干嘛要讲我坏话？我们刚刚在说你的袜子今天这样很搭，然后我们现在就想说，那我们就要请小帅哥来评论一下，因为他。他好像没有想要讲话。通常没有什么好话。你今天很帅。害羞了。哎，我刚刚忘记，因为我们平常都不会把麦带过去。对。然后刚刚就跟那个威力说要不要把麦带过去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开始跳很开心，我就忘记有麦，然后我就一直骂脏话。啊，真假的？他们听得到吗？他们听得到啊，因为我带麦过去，应该就听得到吧？听得到， okay. 听得到吧？就听得到啊。他刚刚这边有听到我们讲话、啊，所以那边不确定有没有切。因为他观众好像没有讲什么，没有讲什么，没有讲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正常发挥，都听光光哎、欸，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我还刚才对他们广大的观众聊天，观众讲好笑哦，讲什么？讲什么？包皮呢？又被割了吗？不是包皮只能割一次吧？包皮可以割那么多次吗？他这样还得了？他只要播报一下快打旋风，他只要播报快打旋风一次，他就要割一次。我就被割了，也太累了吧？不是重点是，我想知道正确观念是只能割一次，还是可以割很多次？除非你割失败，好吗？不然，那会割失败吗？有可能会割失败，会割失败。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医疗，它可能每个人的构造不太一样嘛，你可能就是判定的可能就不是长度不是这样嘛，那就有可能割失败。不要让我在节目上讲这个。不是，那是健康的东西。对啦，是没错啦。是健康东西可以讲吧？而且好像这边除了我之外，只有小帅哥可以讲，不然小帅哥你来讲好了。你要不要讨论一下你割包皮的经验？每个人不一样啊，不是我。大概就这种感觉，不要这么尴尬了，就是有可能会割失败，对，所以就是
我没有歌失败，我没有歌失败，我没有歌失败，所以表示你，所以表示你有歌啊！你说什么？你刚说什么？没事。可是你的麦是不是没开，还是藏进去的？观众说听不到你的声音。真的？对，是藏进去了。被我的衣服吃掉了。有吧？应该是夹出来，你看一下有没有开好，夹出来一点，以防万一。有啊，有开啊。好，那位观众其实是你耳包了哦，也要割一下了，也该割一下了。耳包，耳包要割吗？割耳包，耳包割耳包。我真的觉得我很容易相信你们这些废话，不要浪费我的，不要浪费我的生命的时间。你刚刚的表情是完全相信我们在讲什么的？我真的很相信啊。没有耳包这种东西，到底要？我以为有耳包这种东西啊，连长都不会长的歌、啊。耳包只是一个，就是骂人，然后骂这边而已啊。哦。对对对对对，就只是骂人说你没有办法听到我的很清楚这样子。对不起，因为我很单纯。说点什么嘛？好好好，而且你在外面，你凭什么给我做表情？没有在看。你卖给你这样。你我没看到啊，你凭什么给我做表情？他还是帮我们白眼。他超爱，他真的最爱。对，麦卡贝最爱翻白眼，第一名就是小帅哥。偷偷躲在摄影机。而且你翻白眼的那个动作真的很像女孩子，我真的觉得你翻白眼的动作很像女孩子。他怎么样？你翻给大家。他每次翻白眼就很像之前那个鸟屎说那个，就是这样子啊，就他会抖啊，他会抖啊，他会晃啊。然后他一晃的时候，我们就会，我本来就看镜头前面的荧幕，想说跟观众互动，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一直。一直在那边抖，没有抖那么夸张、啊。你那是癫痫吗？莫名其妙，他只是动一下而已，这样。对，就动一下，就常常动。好啦，总之我们还没有讲，欢迎收看《电话抱抱》。又到礼拜一的时间了，这个礼拜呢，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有趣新鲜的事情。是的。那我跟 Sandy 刚从日本回来，那我们先让那个 Sandy 来分享一下你去日本的事情好了。我去了8天7夜，你真的最八七耶、欸！好猛哦，超八七耶！有一天是我姐跟姐夫要工作，所以跟他们去，然后对他们去那边要看东西，然后就。也没有干嘛，因为其实去日本都是要买美妆、药妆，可是没有什么买、欸，真的、啊，我就进去然后逛一下，然后只买一些自己想要就走，而且，我这一趟香港人跟韩国人好多、喔，你应该是遇到香港韩国人吧？我遇到台湾人很多，台湾人我没有遇到台湾人、欸，我遇到我从要上机之前就开始拍照。然后下飞机前，下飞机的时候去拿行李就被偷拍，因为我们整个飞机可能刚好遇到学生的那个毕业旅行，就很多学生、很多小朋友都一团一团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没出国的感觉呀、啊。你戴口罩、啊？我跟你讲，我素颜，我想说我素颜，然后我早上一大早，素颜跟平常没有差好不好，你妆没有很浓，没有。我想说我一大早没有什么化妆，头发乱七八糟，然后又穿得很邋遢，想说应该不会有人认出我来，没想到我实况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样子。对，不是都实况素颜很多次吗？可是毕竟透过一个镜面还是会有点反差，不会啦。总之就是这样子，请你继续。然后就没有什么买美妆，然后就迪士尼去了两天，去海跟陆，然后海的话。因为大家都会比较去海跟陆哪个比较好，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陆，我觉得陆大赢海。我觉得我可能会只会写个游记吧，因为我陆玩得很顺利。那时候陆已经是它有那个集量表，人数集量表，黑色是最多，然后咖啡色在红色。而且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可以在你就是出国前在某个网站上面查到，因为它迪士尼会告诉你，包括那天的天气如何，然后那天订票人数多少，然后空气品质多少，它全部都会秀出来，而且非常标准。没有，就真的超准的。然后红色超多，可是我在陆我玩了4项快速通关的设施，哇，然后两项。普通的，然后每个游行都有看到，很棒，就是而且是很惬意的啊！快速通关时间到了，然后就去，然后出来又说哎，又有游行了，然后就坐下来看，这么充实，对，真的真的，最后写个游戏吧，我觉得不错啊，就是至少都有玩到快速通关，而且天气很好。对，我跟你讲，去日本呢，我去的第一天呢、啊，那时候你那时候比我早去嘛，你还有写飘小雨，对不对？对，我去的第一天下午，就是从机场坐到饭店的过程还在下雨，然后一到饭店就开始没下雨，就出太阳，超开心。开心的哎、欸，因为现在真的超冷的，大概平均是2度。对，现在还有2度哦。早上可能都6度，然后到了晚上，我看那个天气都是1度或是2度。我没有看天气，我只知道很冷，我的手有
都冻伤了，变成紫红色的，在迪士尼的时候变紫红色，那这怎么没有感觉？然后吃爆米花，真的没感觉。吃爆米花，咬咬咬咬咬，哎，这爆米花怎么红色的？我的嘴巴也是冻伤，然后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涂很厚的那个面霜利达姆，但是还是没有效，因为冻伤了。对，真的是又干又冷，太干。那你的海嘞？你不是嫌我的 Daffy 是猴子吗？没有，我要跟你说，实况大爆料，请你跟 Daffy 道歉。对不起 Daffy， 因为我也喜欢你。因为我就觉得那个猴子熊啊，他长得像猴子。然后那时候因为他是熊，海就是 Daffy 限定嘛，然后就进去有一间全部都是 Daffy 的，然后我就进去，然后进去找，然后发现好多，他怎么有点可爱？然后就自己默默拿一个下来看，然后在摸。很可爱，好不好？他好可爱哦！很多女生都会手上抱着他，然后那带他去吃饭啊、逛街，很可爱。大家在那边街拍 Daffy 啊，对啊，在迪士尼放在桥上，然后帮他拍照。心想说，那你不入镜吗？他们都不入镜的，还帮他穿衣服，旁边放下午茶，然后再帮他拍照。对啊，好了，他很可爱，又多了一个那个 Daffy 教的教徒了。对，我这么快就被洗脑，你一进去那个空间就被催眠了吧？而且你一开始有放那个奇怪。那一开始是对他是反感的，是对他是有点反感。走进去之后直接被洗脑，这个地方有毒，这个地方有毒。因为我都跟我家人说，我觉得他很丑，然后自己想要拿不敢拿。干嘛不敢拿？哎呦，我最后拿了两个很可爱的。我的 Daffy 还有 Shirley 妹，还有那个 Tony， 他们三个目前在我家我已经至少40只了。Tony 是谁？而且有这种很 Tony 就是那只绿色的猫，绿色的。哦，还有 Tony 哦。对对对，他是他们两个做出来的玩偶。他们两个做出来的玩偶，画出来的玩偶。哦，故事设定是这样，故事设定是这样。然后 Daffy 是米奇跟米妮缝出来的娃娃。哦，对对对对对。因为 Daffy 以前没有很喜欢，所以对他的故事没有什么兴趣。他超可爱，我真的。没多久之后，你就会跟我们，就会抓着我们跟人讲说 Daffy 怎么样 ，Daffy 怎么样。抱歉，我沦陷，对不起，我买。OK， 那除了迪士尼之外呢？然后之后就没说啊，好可怕，连袜子都大比。我入迪士尼陆地，我除了全智霸以外，就是我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商店，我都有逛到底。我还要去医务室哦，哇哦！你去医务室干嘛？哦，我发烧啊！哦，是哦，对啊。那请问医务室的内容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梦幻？没有，他们就是一个很干净、很白的一个空间。他进去就跟他说你的状况，然后他就你快要发烧了，然后叫我赶快回家。可是那时候8:30烟火还没看，然后就说好，我要回家，然后跟我姐在那边看烟火，然后超冷的。所以真的大家小心，因为像从国外回来，如果你正在发烧，你就会被带走去抽血，对，就不能可能不能进来台湾。因为我是睡觉，吃完药睡觉之后起来就好了。对，可是太冷太累了。真的是太冷太累，被入侵了。对，从不知道哪里，因为我穿裙子，一定是脚很开啦，真的吗？没有人病毒是从那样因为脚开入侵的。不是，我是说吹脚开入侵呀，有可能，有可能，这有可能。我妈一直骂我说你怎么可以穿裙子？我说我穿长裙，她说你穿长裙就会冷啊，那可能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就大概这种长裙，我也是每天都穿长裙，然后但我长裙里面会穿 legging， 因为真的太冷了，一定要穿。我没穿，我全。可是日本你好凉哦，都会穿丝袜，那丝袜是会热吗？我觉得还是只是单纯，我觉得他们习惯天气了。可是日本那边的那个丝袜有些是刷内里绒毛的，我曾经有看过那种女孩子跟我讲说，她穿丝袜然后很冷的天气，她其实很热哎。那穿透明的也有里面，它就是有内绒毛，它是半透明啊，真的，因为它就是假的，对对对对对对，也有黑色，也有黑色，我是买黑色的，对，买很多双，好好用哦，真的会穿到热的那种感，因为一堆女孩子会讲说穿，就是日本很多人会问说日本女孩子为什么好像她那个就算很冷，可是她裙子还是穿超短，嗯，可是她穿丝袜嘛。因为他说那个丝袜就跟裤子一样，穿起来像内里有那个毛。它是整个丝袜还是它是到这边的丝袜？应该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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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好猛哦！对对对，日本女生真的好猛，爱睡不给老皮睡，而且他们都可以穿超高的高跟鞋在路上逛街，我非常的佩服，太强了。然后跟超细，看到好像那边晃，我看有一个女生在车站看到，她好像很累，然后她高跟鞋这么高，然后很细，她走路是这样。真的日本好多女生这样，然后走路已经那种就是脚已经交叉很痛苦，然后还是要逛街。对啊，对啊，真的。然后迪士尼的路有些是砖块有点不平，然后在那边走。这个是那个国情不同，他们对于他们来讲，这些像装扮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是礼貌。他们真的很爱漂亮。对，真的。但是我坐太空山，坐一个云霄飞车我忘记，然后前面是日本女生，不是上去的时候风会过来嘛？嗯嗯。你在坐云霄飞车，风过来他们那边。
真的假的？没有站我们后面啊，就看他们那边啊，后场很重，两个又没人看你。那那个画面，那个画面很扯哎、欸。刚开始上去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子，然后准备出发，然后一出发冲上去，全部所有人一排全部这样。然后下来的时候才停。然后在厕所也是太累了吧，而且他们好像很怕外面可能有人冷等他们，在厕所也是这样啊。真的，不是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是，都已经去游乐园，本来就是有脸啊什么，本来就是应该的。可是每次去上厕所，一排都在补妆，心想说有什么好补的，奇怪、欸，真的好奇怪哦、喔。他们连那个去看那个海洋，就他们的海洋公园，他们不是会有说什么要哦近距离体验那个什么海豚跳起来，然后水洒过来那种、個嗯，他们家水一洒过来就开始补妆，水一洒过来就开始补妆。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厉害。啊，我想去东京铁塔那个海贼王，海贼王。对，是杰林推荐我去的，超棒的！我进去这，我一听到那个画面，直接跪下來。我跟我姐两个人在那边流泪，然后不敢给人家看到。有这么夸张吗？我真的哭了，因为很感动，你知道吗？嗯、很感动。其实它里面有些场景跟台湾之前那个《海贼王》来华山办有一点点像。嗯、然后因为华山办有一幕就是艾斯死掉、嗯，然后那时候我去看展，我就哭了、嗯。然后我不知道东京有没有，我进去之前前面的场景跟台湾都一模一样，我就心里想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真的不想走。过去，因为如果是台湾，他下一幕就是艾斯加、啊，然后旁边都是火焰。幸好后来没有，没有，他说他很帅，站在那边的，我忘记他手势是什么了。对，很帅，好好玩，很好玩。那你有去餐厅吗？有啊，我去餐厅，超可爱的、啊。然后我看那个真人秀啊，好棒、哦嗯，是不是很棒，很热血？他有一个活动，不是去找东西古迹的吗？然后我们刚好经过厕所，因为厕所那边可能会有古迹可以找，刚好他们演员要出来表演，哦、然后他的工作人员说：“哎、欸，请你们先站旁边一下，因为他们要表演了。”然后我们就站在旁边等他，然后他们全部跟我们经过说打招呼，啊，好帅哦，罗布好帅、哦。那你会觉得娜美，你会觉得娜美很漂亮？娜美跟罗宾超正，那胸部有很大。大娜美大，假的。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偷看他们，然后小眼睛偷看，然后他们就是他们有自己角色的那个，然后经过、嗯，然后用他们角色的方式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我们超近距离，就这么近，真的很可爱，我要真的很可爱，大家真的要去，真的要去，我觉得那里很棒，那真的很值得，真的是还蛮推荐的地方。网络到目前为止没有负评，都是真的，我觉得很棒，而且很值回票价，对对对对，真的。然后你还要分享吗？我分享完了，分享完了，好，我也要分享，可是分享之前，因为我是用手机分享，好。我今天传照片给威力，然后后来发现我担心他很麻烦，所以我就说算了，我用手，我全部传到我手机，然后我等下用截取线。但是我要先关掉通知，我怕有人传讯给我。说杰林，他会有人传讯说宝贝，有没有？这我就会很紧张。杰林踩我。为什么你模仿这种类型？你模仿这种类型都超像哎、欸！你模仿这种类型都超像，莫名其妙的。九面唱出来一部影片，好像是他的那个、啊、他的手机、啊，那个是威力的手机吧？有通知。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哦。好期待他分享什么、哦？没有没有，我分享的东西我跟你讨论过啊，是你先告诉我的。哦，是我想的哦。等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哦，这边哦，这边有一条，耶、yeah, ，好贴心啊！好，先转到我的相簿区。啊，今天有推荐个恋爱神社握棒球。哦耶，真的吗？等一下拿给你。好开心哦。对，没错。Yeah. 我看一下，我为了他多开了一个日本的相簿。哦，你直接用个日本的那个。因为我相簿太多了。我也超多，都混在一起。好的。我都没有找。好，我姐姐帮我看看有没有。看有没有，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帮我秀一下。有吗？没有，现在没有画面呢、欸。没有画面，好，没有画面，只好用讲的，用想象的。再一次，哎、欸，可是我的这边有接蓝，有显示蓝色，已经线上了。哦，我们的线是不是后面的线没接啊？有接，应该是有啊，可以吗？外面好像很可以吗？外面是我们今天麦卡贝很多很多人，外面也很多超多人，超多人跨年一样，对，都要爆炸了。后面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节目的吧？现在重上一次吗？他们说国防有吗？
国防部是那个啊。小波姐说有了。哦，有了。有了。好，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先从那个 Sandy 的迪士尼开始讲好了。就是迪士尼不是很多一开始都会有一些人会跑出来吗？哦。就是这个时候，因为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跟他们拍照，然后我上次去都很冷静，然后就说可以拍照吗？这样就是他们都不会理你，但我这次去我很疯狂，在啊。你要这样才会理你，你知道吗？他们就跑过来吵我了。不要这样，觉得你是粉丝，因为对你要让他们觉得说你很喜欢他们。我姐夫说他，因为我自甩巴掌，不知道会不会过来。因为哇，你的脸看起来太像那种看到、欸、后面那个有点猥亵，看到明星的后面那个他的眼神有点奇怪。我就是一个看到他们的人，然后你看他就立刻，我就在啊，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就这样，然后我就拿相机给我朋友，他就这样。他被你吓到了。对，然后我还有遇到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灰姑娘的那个，就是帮他那些小仙子，那些老仙子，然后他们就从很远，然后他们在拍照背对我们，然后我跟我朋友这样，啊，然后他们就回合，然后他们就很开心跑过来，然后就击掌，然后就跟我朋友说这招真有效，然后觉得真好笑，高音频召唤法。所以说跟观众讲，如果说你下次要去迪士尼的话，你不能太客气，因为我发现我们都太客气，我也都这样子啊，然后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太客气，他们都不理我。可是我听说，你只要手上有拿，就是购买，反正去什么乐园，只要有买他们的东西，然后那些娃娃人偶也都是会对你们很开心这样子，真的，很热情，他们都会优先对小孩、啊。这么现实啊！对，他们真的是优先对小孩，还送一千个小孩过来，也可以。然后我觉得啊，就是去那个迪士尼真的要装扮，像我这次就扮学生妹去嘛。然后我们就有跟路上的学生妹一起合照。哦，哎，这张没有你，有啦，在旁边，因为我们姐们。然后我就跟他们合照，他们也很开心跟我们合照。然后合照完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想要用他们手机拍。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打扮，我已经决定好下次要打扮的样子了。你要扮什么？我要扮爱丽丝去。哦，还蛮适合的。你这样一年大概去几次？大概三次吧。哇，你是很爱迪士尼。我很爱。然后啊，我觉得就是这次就是去，我又去了 LAND， 是因为这次不是因为 Elsa 是主要主题嘛？对，今天冰雪。对，然后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是，它这是多了一些地方可以让你拍照。你有去到这里吗？那是哪里？这是在城堡的正后面。就是《冰雪奇缘》的那只麋鹿。我没看到哎、欸。它就是为了《冰雪奇缘》，然后多造了一些场景，让大家去拍照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灰姑娘的城堡。我看到一张照片。什么照片？什么照片？娃娃在互相拥抱。真的假的？等一下，我再翻，我没有看到，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地方，我就跟大家讲，女生一定要去，因为它是灰姑娘的店，然后里面介绍很多灰姑娘的东西，包括你看，它有那个皇宫，你可以拍照。为什么我没看到？这个因为真的很多人都会错过这个地方，它在城堡正下方，然后有一些比如说灰姑娘的场景，它的玻璃鞋。然后女生就那边就很多日本女生那边排队，有没有真的有人偷穿啊？哎，大家都穿啊，大家都把脚放在上面啊，那就是可以穿的，就它就是让你穿的。然后你看，超多人都在排队，就为了拍照。哦，这里面超漂亮，它很多人都会蝴蝶。你说这个吗？这个就是那个啊，我说啊的时候，他说小心不要得病了，他就啊，他就这样，卡碎心。他到你旁边是讲台语的话，那我觉得没有啦。男生兴趣不高，这是真的。然后给你们看，我有拍那个，我有把这个影片放进去，所以导播姐你那边可能要注意音量，我怕会砰。游行的吗？对。哇。哦 ，L 投影的，这很屌。哇，这是这一次我去一定要看到的东西，因为他在好像三月，我不知道游行跟这个投射是不是也是三月底就结束，还是三月中。这是很漂亮，
这次去啊，就是留到这么晚，也是因为我订了那个迪士尼明星的餐厅，就他们可以下来互动的那一种。然后我有拍影片，拍一小段给大家看。他就是会跟大家互动这样。他们会下来，就是他们在每隔几分钟就会上去，然后一直表演。他们就下来，他们就下来准备跟大家合照。对，然后我觉得，可是很麻烦的是，你必须要出国前就先预约。我是两个礼拜前预约，已经剩下最后一场，然后只剩下那种很后面的位置。然后他是，比如说你付1000块，我们那个 set 好像是1200，然后1200是已经含他一套吃的东西加进去，就不用再额外再付钱。那还可以啊，对，还不错。然后这次我还去了一个寺庙，这个寺庙是那个 Sandy 介绍给我的，可是后来他嫌远，他就没去。真的很远。我来介绍给大家，这个地方叫做穿越。然后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鸟居，然后呢，它这个神社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呢，给大家看这个，它的所有的，它这个是日本人不是会求签吗？它求签的方式是用吊的，所以你有看到后面的女生是拿一个吊杆在吊吗？你看到很多日本人他们会先这样锁定某一个签，然后在那边吊，但我不是，我就是看到我就直接吊，随便吊，因为我觉得心诚则灵嘛，然后就这样吊，然后粉红色是姻缘，红色就是那个你的一整年的运势。对，你抽到什么？我抽到一个是中级，一个是小级但我朋友抽到大级，然后瞬间我就很失落，因为我先掉嘛，然后大家我中级跟那个小级，然后他说太棒了，然后他抽到他大级就这样，哦谢谢，哦是哦。我每次跟我朋友这个朋友出去，他永远都抽大级，哇，好幸运，他运气超好，没关系，有中级就好，中级不错。然后这个就是近距离看，你就看到好可爱哦，很多的鱼，很多人在钓。但它很麻烦的是，它坐车要1个小时。然后这间庙呢，很灵验。你看哦，这个走廊大概至少有40到50公尺，所有的这个叫会马，全部都排满满的，就是左右，然后连上面都排满满的，所以我觉得很不错。之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这个呢是一个去除小人跟晦气的地方，然后就是拿一张小人的纸，它那个纸阵下面有小人纸，然后那个小人纸呢，你就拍向你身上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你头啊什么，拍拍之后呢，然后它旁边会有一个小河流，小河流之后这边有一个桥，你没有看到吗？有。然后你就把小人放过去，然后它就会过桥之后，代表小人跟所有的晦气全部都带走。带走。哇，我觉得这里很棒，这里叫做穿越神社。如果大家下次去日本的话，可以去一下。只是它真的很远，它超远的，离市区1个小时。然后我们这次也有看到樱花。哇，你有看到樱花吗？我们是看到桃花啊。就是另外一个先开的，对对对，先开的，先开的。我这边还有一个，你们要看吗？这是 Elsa。哇！我也看到了。哇！小朋友看到一定都疯掉。Elsa， 你也疯掉了。对。而且他现场还有撒那个雪花，我的雪花。而且我坐超前面，那个雪花就打我脸，我很开心。我觉得你有点夸张，你有点夸张。等一下，听起来怪怪的。谁是打脸？然后你在那边，因为我胸口已经没血了。对啊，对啊，康妮，赶快退个康妮，赶快，刚刚那个脸。模仿身体啊，模仿身体，血这样一直打康，然后就这样。没有，好色哦，你那个太变态了吧？拆的。你看，太好笑了，血好可爱哦。后面是雪宝，是吗？哦，这已经是 Elsa。我真的觉得台湾把它翻叫雪宝，真的太棒了，因为它原文叫欧拉夫。我们自己现在知道要死。对啊，它原文叫欧拉夫。它这个是就是专门为 Elsa， 一天只有两个 Elsa 流行而已。没错。对，还有什么吗？我好像我是不会拍吗？哪一个？对，那只是那么大的脸，一直觉得很。但是我偷拍自拍他，然后还有安娜出来的。对，他是好像一天两场，对，就一天两场。超美，就是你
你在现场看，真是梦幻到一个极限，你知道吗？在现场真的是很，他很露，然后就很开，反正就很开心呢。对，然后我还在路上遇到超可爱的狗，你看，啊，好可爱哦，超大只的，你看，啊，我有去自由之丘玩，然后这是我特别，因为我觉得自由之丘大家一定要去，因为它是一个，它是日本票选日本人最想要住的一个都市，它是第一名，它非常的漂亮。之外，它那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小欧洲，啊，对对对，小欧洲，然后大家都可以去拍照。自由之丘在哪里呀？自由之丘就叫自由之丘展。它就叫自由，它那边有很多甜点店。对，它那边最有名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甜点店。看一下有什么有趣的影片吗？你不是要分享你的高中女扮装吗？高中女扮装哦，在下面啊，你穿这样不会冷？欸，有有有，你穿这样不会冷吗？其实有一点冷，但是就是要仿照日本人就是。爱是你家聊比自己，为什么他们都喜欢穿制服去迪士尼啊？他们是真的是学生还是下课去吗？你那时候是几点？我跟你讲，不是，他们真的是穿日本制服去。就九点，你早上九点吗？骗爸爸妈妈说我们要去上课了，然后直接搭车到迪士尼。他们应该不是学生吧？哎，我在电车上拍到一个小帅哥，对，应该是学生哈。这是我在日本看过最帅的一个小男生了。你是干嘛偷拍人家？他如果他是校队的，他如果有看这个节目的话，他应该会吓死吧？完了，在日本被偷拍，然后来台湾的节目卖掉，他就会告你，他会告我吧？我说他是小帅哥，哎，他很帅哦。然后我就传给我一个女生朋友看，我说，哎，你看我拍到小帅哥。然后过了一下，我朋友就说，哎，真的蛮帅的这样子。然后后来那个小帅哥睡着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拍到他翻白眼。超过分！你到底是要称赞他还是贬他？你到底想干嘛？我是说，他连翻白眼都超可爱的，你不觉得吗？你看，他这样看起来是死掉了，好不好？他的嘴唇好白哦，他嘴唇好白哦，好可爱，好不好？他一脸白，他眼球很白哦，嘴唇超可爱，嘴唇超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第二天的战果。你好夸张！这是我到第二天，太可怕了吧？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呀？我看一下，好像拍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对，有趣的东西差不多到此为止。对，其他都是很普通的东西。那就来分礼物好了。好，分。分一下，我们应该要给大家。我拔到导播姐，谢谢。拜拜！好大一下哦，我先分。我是觉得女孩子去日本，大部分回来真的都像搬家，哎，对啊，真的，我连这都还没拆过海关，超夸张，哎，真的。哎，你不买回来就没得买了。不是，重点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在那个后台休息室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哇。是杰林的那个礼物又端了一大盒，是我超夸张的，跟搬家一样。因为杰林我去迪士尼，我就买了一个里面不是迪士尼的东西，这是两个，一个是爱丽丝的洗澡泡澡的东西，哦，不是迪士尼啊，哦，我知道这个，你该不会有吧？我没有，就在有些洗澡洗完了。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在元素对面一个长有点像 Cookie Monster 一样店，然后它是卖美式的东西，很可爱。然后它这个。这个是他的得一秒的奖牌，得一秒奖牌，好可爱，他那个奖牌很可爱，金牌，好可爱，谢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拿了两个达菲，其中一个达菲。哎，我这样子拿你的达菲会不会不好意思？不会，我怕你洗。哎，这个可以打开。没有人第一次被达菲洗脑之后就回来传教的，还传一个元老。哎，这可以打开是不是啊？对啊，它里面吃的哦。一个奖牌哦，可是要怎么打开啊？啊，应该是转一转，再点一点，泡一泡牛奶，打不开。它那边都是那种手工饼干那一种，如果你喜欢手工饼干，然后第二个是打开，不是，这应该要转，真的哦，直接打开啊！哦，这是奖牌耶，对，还有吊绳，对，你可以吊着，好大，是一个饼干耶，你今天可以吊着。不要再掉！魏公子吃饼啊，一圈的，对对对，这个等灯灯是有点太大声了，这个等灯灯是有点太大声。我要把它背着。然后这个是卡吉亚，因为卡吉亚，我想说，送你一个比较日本啊，这个是哪里啊？元素限定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洋芋片的店哦，对，然后它限定七种，几种口味啊？加勒比的，你说是连买都没有看？八种，上面有写八种。OK，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浅草的，哈，超好吃的，谢谢。它是什么口味啊？我看，
我忘记了，你就知道 Sandy 买了多少东西，竟然连我都忘了。我自己吃的人好吃啊！谢谢。然后因为康妮今天生日，然后然后送他的礼物，这个是传林金，传林金的店的东西，选你太夸张 ，OK。然后康妮的还没结束，因为康妮他说叫我帮他求一个，就杰尼推荐那个恋爱很准那个神社，帮他求一个。东京大神宫，对，耶，然后可以拿出来看吗？可以啊，这个，哇，这个，恭喜，要交男朋友了，恋爱成就，要恋爱了，耶，然后这个是就恋爱，那个欧阳给这个超漂亮的，我知道这个，我马上拿两盒，而且是铁盒哎，对，这个超漂亮的，好漂亮哦，耶，那接下来是谁的？接下来谁的？告诉我。卢比留下来送他，然后就亲自拿给他。然后这是要给电玩包包那个麦卡贝大家的这个礼盒，我觉得他里面，因为他不是会放内容物吗？我觉得他看起来超好吃。那我们吃电玩包包绒，我们可以拆开来看吗？你问小帅哥，因为他刚问我说我有礼物吗？有我的吗？我说有，可以吗？可以。然后他居然说那我不要了。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 KY 哎，你真的很贱，真的，这个是要给那个就大家的，哇，这可以猜吗？可以啊，你猜啊。他在公家去拍一张照片，他去神社拜拜，他在那标志也单身狗。我有看到。对啊，单身怎么了吗？单身很好啊。所以你不要在我们聊天室哦。怎样？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笑啊？这个超爽的，我最喜欢单身了。要送那个卤蛋他们的，之后放旁边，放旁边，放旁边。好。等一下，再送，哇，好长哦！你晚上可以用哎，就是抱睡觉的时候啊，抱着睡，你不要干嘛？你很烦哎，不是抱着啊，奇怪哎，我忘记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个是我在城堡下面买的东西，城堡下面有很多很多厉害的东西，然后这个精品超漂亮的，对对对，他之前来台湾，哦，你买了，一路水，噔噔，哇哇。这个是因为现在那个美女有时候开始红起来嘛，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Don't Touch 的那个，很美。然后它可以客制化，因为我在后面呢就请他现场刻了我的名字 J O， 杰琳，耶，杰琳，公主杰琳，公主杰琳。对，这个还蛮贵，可是它有分大、中、小，然后更大。我这个是大，还有一个更大好像要万把块。然后我这个是4000多块，这好漂亮，这超漂亮，超美。我那时候进去逛，都觉得哇，这里好贵啊。那你真的是蛮贵的，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就是当纪念品，所以我就买了。我最喜欢，我觉得很值得，最喜欢买一些你们说是垃圾的东西。有客制就不垃圾。好，这个是康妮的东西，你自己看好了。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康妮跟我一样喜欢爱丽丝，真的？我不知道哎，他自己上次讲的。啊，我听到吗？你有听到？你也在我们旁边。对，你在我们旁边。对。耶，这是爱丽丝的高跟鞋。他高跟鞋超精致，他的高跟是那只猫的尾巴，他的高跟鞋票我自己有买，然后 Sandy 也有那个，你的是奥拉的，对，我也是睡美人的，哎，他这三个都有，可爱哦，真的，好漂亮，打击乐器，然后这个是卡子雅的，我有，哦，谢谢，好，这跟你的那个是不是一样？是真的，啊，反正大家都。是一样的。OK， 棒。然后这个是给麦卡贝的。这个我有看到，它超大盒。然后那我们把它拆开来吃吧。问他们。我说可以猜吗？可以猜吗？我说可以猜，小帅哥可以猜吗？你问他干嘛？是你爸。你是要猜小帅哥吗？他是你爸。小帅哥可以猜吗？好可爱。你也会害羞啊？你也会害羞？是老师工作人员而已啊。他说什么？他说猜啊，猜啊，猜啊，这个是，我跟你讲，不是这个是那个导播弟哦，导播弟，刚刚他就把我们休息室的门关起来，然后我就走在威力旁边，我们就差点撞到，威力就这样，然后就说谁关的啊，然后就以为是他这样子，就出来了，然后小那个导播弟又走过来说是我怎样，我就说你欠，他说怎样欠什么，我说欠很可爱。好可爱哦！他很过分呢，好可爱哦！哎，这个好可爱哦！
哎、欸、哎、欸，我不知道长这样。哇、哦，这么多，好多、哦。他想看起来超好吃的。一人一个，一人一个颜色好了。哇、啊，一人一个颜色。小泰哥，你要什么颜色？一人一个颜色，你给我三个干嘛？你这么娘炮，我给你粉红色吧。你选一个。好，不要装死。你要哪一个？接哦，接哦，接哥。这是巧克力。所以你要什么颜色？啊、我那是 strawberry。好，那个 play 是什么？好，剩下的放在这边，大家等一下可以一起吃，好吧？等一下大家可以导播姐他们吃。好。我们大家都讲完我跟 Sandy 两个这个礼拜的行程，接下来万康你分享一个。我这个礼拜都在家里玩《美少女梦工厂二》，然后把女儿、哦、最好对啊，然后我一直把女儿养成不良，我女儿还被抓去关。你为什么要这样？有抓去关哦？对，因为她罪孽太高了。你杀人吗？没有，我只不是就是会让她然后到那种什么荒野，然后去训练武术什么吗、嗯对对对对？你只要杀怪，你的罪孽你就会提升，就会对加一。对，然后因为太高了，然后又让她压力太大，她马上我逼哦，我叫她去酒店上班了。没多久，真的对，在酒店上班赚最快，对，赚最快45块，对，一天。然后结果，但是他的那个压力值会飙升，嗯，然后所以他的压力值很高，然后罪孽值也很高，然后道德感非常的低，然后他就变坏了，就跟坏了。那就嫁给恶魔啊，就嫁给恶魔魔王、啊。对哦，后来我就把他矫正，可是矫正不回来，他就变成佣兵这样子。好烂哦，佣兵超烂。佣兵是最普通的结局，真的真的，佣兵好烂哦。你应该嫁恶魔，感觉很帅。真的，哎、欸，其实我副驾嘞，其实我有一个东西要给 Sandy 哎、欸，因为他生日。哎呀呀呀！这是什么？这个你可以打开看。大家今天都在互动。是会尴尬还是不会尴尬？会尴尬。说嘛，这笔记本。哇，超宅的哎、欸。很好啊，没有说不好、啊。我以后没有手把，我就可以拿用。上次卡子雅买这个的那个滑鼠垫、那個，我超想要的。哎、欸，为什么没有？啊，姐，你跟卡子雅有送生日礼物，可是我放在外面。那你要去拿吗？杰宁送我一个。迪奥的唇釉，唇釉很漂亮的唇釉。姐，你每次都觉得我气色很差，没有没有。我想要，因为我想说她最近已经开始转换为女人了，所以我上次送她腮红。不然请威力拿。送了腮红之后，我就想说那送她口红这样子转换。没错，我也想送她一个唇蜜。我想要送，我是想要送腮红。哎、欸，都是打电动的，都是摇杆，好可爱、喔，很可爱，很可爱，可以用。好可爱、喔。为什么要闻？为什么要闻？为什么要闻？说不定有香香味道、啊。你闻屁闻哦。我也喜欢闻你们身上的味道啊！你是浣熊吗？什么东西要拿去洗一下？没多久要把你洗一下，然后去洗棉花棉花糖就。这好可爱哦！好，所以你都在打《美少女梦工厂》哦。OK， 那卡子雅嘞？这礼拜就都是带训练，然后比较有趣的就是杰林的那个，因为在搜寻杰，你有看到就是 Facebook 发文。是。我想说要搜寻就是杰林那些资料，然后我就打谢杰林，然后后面出现第一个是谢杰林点奶，哈就是谢杰林空格奶，然后呢哈谢杰林这个三个名字搜寻最多的除了他本名之外，下一个就是谢杰林奶。这应该要开心吧？好开心哦，杰林好开心哦。可是他下面是谢杰林吃香蕉哎、欸。就吃香肠，走吃香肠。哎、哦欸，他很厉害啊，他很厉害、欸。这各种关键字都是这样子，他真的很厉害。我真的，你有去有模仿？你说吃香肠吗？他有给我们看啊，吃香肠很久之前，我们真的全部人都吓到。有一次我在那个六太面前，因为他们就故意买超大，想说我一定吃不下去。然后就他说，就你不要吃，他怕我 gay 到这样子。我就在面前直接塞牙，我们全部人吓傻哎、欸。因为我这边有一个妖怪，我塞进去他就这样。太猛了，太猛了，超猛哎、欸！你是不是想要色色的东西？这变态狂没有，你很开心。哦，康妮现在在 Facebook 直播，直接变 AV 讨论台哦、嗯啊。我没有看到那一个，我在日本。他现在已经跟大家公告说来看我的直播看 AV 了。没有啦，没有啦，我回去看记录。走，我刚刚看着，然后你那样讲嘛，就说直接塞进去，然后突然又想到三个字叫拓野哥。Go so far， 对不起。拓野哥，我看到拓野哥是谁？哦，拓野哥是那个胖胖的那个，胖胖的、啊，然后他在日本经营一个酒吧，他是一个口技很厉害的男生，对对对，很厉害啊，大姐，男生都很开心吧？你在害羞吗？请问你在害羞吗？你害羞个屁啊你！我都不害羞，你害羞什么、啊？没事，你也是，你脸红什么啦？你脸现在爆红的、欸，真的吗？拿着，赶快把这放旁边，拿着我的条状传离经 ，OK， 条状传离经，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节目矫正回来。我想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哦，这个游戏呢，今天有一个。
个很厉害的团队，然后来到我们现场，等一下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好。然后呢，在这之前呢，我们现在认识这款手游。这款手游其实已经出一阵子，因为我之前就有玩过。嗯、它叫做练舞，其实就是用手游玩跳舞，这、是最简单的。我之前有玩。对，我之前玩它的时候，其实它非常厉害的是，它竟然会有中文歌。对，我听到，我有点吓到。然后我们先来玩一次给大家看。有哦，我们要先看影片是不是？看，你今天其实是有重要任务在，身负重任。对啊，你今天是有重要任务的，我很厉害啊，你很厉害。所以说今天我们安排这个练舞的赛事，你也会打？我会打，我很强。因为其实叶子本身玩音game也蛮厉害的，他打琴电动场可是有那个。他以前的时候，你就看他手都一直这样子。人家这样玩，我都女生这样玩，我想要在后面也跟着一起玩。Hello， 那今天既然呢来节目宣传比赛，当然哦，我们是 Bio Power 系，一定要有一些特别搞人的关卡。输了是有惩罚的。主持人没有在怕的，不要变了。我们先派比较弱的乔敏跟大家打。他有好多好可爱的衣服跟造型啊，这是必定要有。每五分钟是可以领一次东西，就对了。对，他可以领在线奖励，然后还有有那种宝物啊。八点在线可以领八点的，九点在线可以领九点的。我一定要领个流流越多领越多。对，我一定要跟大家。所以很多人就在上面聊天，领完东西也聊完天了，就约出来大家一起喝个茶，一起玩练舞。你在想什么？啊，当然啊，这是 combo 越多，你的分数就越多、啊。等一下，你已经晃到整个人都在晃了，连我都在晃了，没有了。耶，看的是我们叶子获胜，叶子获胜啦！太夸张了，不行，我一定要让它好看。我不要，我不要这首歌，我要激勇咚咚咚咚锵，不要这首歌，厂商放下。我牵着我的牛儿，加油啊，哥，你怎么全败的、啊？太逊了，激勇咚。完了，屌虐！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要玩困难才可以，他玩他可以啊，找战斗时间早就完了。喝酒输就输就全垮。谁叫你要输？那么模式都是你挑的哦。哦。水真的喷出来，你很恶心哎。我们来欢迎他们，我们两位。欢迎我们两位高手要帮我们进行示范赛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这种 in game 啊，会对你们来讲有没有什么歌是你比较拿手，还是说其实都没差？走我的歌，然后像我喜欢快歌。我也喜欢快，比较容易对到拍。对，哇，真的，我也是，刚刚就太慢了。都你给别人写，歌是你选的，我是你选的，我都让你选歌了。我决定我要跟你单挑，好，你我要跟你单，好，你不要回答那么快，你不要回答，好，不要回答那么快，不要回答那么快，对，都按在上面。哦哦，不要跟你下去，跟早讲的，我故意选的。我看你怎么按，哇塞，哇塞，好可怕。然后趁机 take 他们的手，分手完全，哇，这什么？啊，他们两个同时，他们两个连按错的时间都同时哎。你两个刚是绝对真的。接下来会进行的练舞赛事呢，报名还在持续当中啊！谢谢两位选手的示范啊，谢谢，希望两位在比赛之中可以获得好成绩啊！好，那刚刚希望你们继续加油。比团体会跟我选择跟我组队吗？不会。是。好的，我们的来宾呢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是谁呢？我们看一下自卡介绍。欢迎 Abby， 他是永和人，然后他的团队呢练舞的那个参与是花啦啦，是，然后呢小帅跟你挡到了，他参赛资历是在2013年到2014年线上，哇，他 PK 是常胜军，哇，好厉害哦！欢迎我们的 Abby，Abby 说错了 ，Abby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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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y 礼拜五已经去过我们。抱歉，我们英文不好，而且是我跟他讲，我说这个应该叫 A B 吧。我想说随便都可以，对不起，都可以，对不起。总之是个漂亮的女生就好了，不要是 Ruby 就好了。好，那么先跟大家，因为我上礼拜五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大家介绍说，其实就是你玩多久啊，这些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的，因为礼拜一可能跟礼拜五的观众不太一样，再帮我们自我介绍一次。好，我玩这个游戏3年。算是从一开始就在了，对，所以本身是很喜欢 in game 游戏嘛，还可以。那当初怎么会接触到？因为像我就可能，我当初是因为我喜欢 in game 游戏，然后知道它有中文的歌，我才去下载。那你呢？我一开始其实是我男朋友喜欢玩，因为这个游戏它有非常多漂亮的衣服，对，然后到后来就变成自己玩很凶。那男朋友现在分了。
所以现在是单身。好了，我们玩一场游戏。我想说没关系。害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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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羞害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不定他很开心啊。OK。我是说他很开心，女生很开心、啊。好不好？那问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啊，除了练舞之外，其实手游上面有很多相关的 in-game 游戏，都是跳舞的、嗯。当初怎么会选择这款游戏在游玩呢？就前面提到，它就除了衣服很漂亮之外，然后它还有很多交友系统。哦，是蛮不一样的嘛。交友系统，就说在上面认识未来的，没有错，这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一部分交友。没有错，因为我们可以进去开房间跳舞嘛，跳舞啦，干嘛？康妮，你这边开心什么？我今天不管讲什么，都有一直有康妮笑声当背景音。康妮很夸张，罐头音效制造机。然后交友是上面那个遇见那边吗？还因为没有，我跟你讲，你看，现在我们等一下再进画面给大家看。好，我们先那个让他介绍一下，因为其实刚刚讲说 ，Ruby 有在影片说这个赛事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想要问你对这次比赛有把握吗？因为你是常胜军。嗯，还可以，可是还蛮多厉害的人。真的、啊，谦虚了，在游戏上面很多。哎、欸，像你们这种高手跟高手这样子交流，是不是很过瘾啊？其实还蛮兴奋。真的、啊啊，可以偷学到别人的招吗？因为应该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就是习惯的手势啊、玩法。有些高手会录影片在上面教大家怎么打。哦，不藏私哎。对啊。哦，好厉害哦！希望你可以得第一名。不好意思，我很想问一下，因为我玩很多游戏，但 in game 比较少。我想知道，就是像比如说射击游戏，还有 LOL 游戏这种东西，有办法去精进自己？但是 in game 要怎么精进自己？你自己的方式的话，他会去背那一个谱面。谱面，对，每首歌的谱面。嗯，哇，有些都会去背。哇，因为熟悉的才知道那个。对，那如果说你遇到的是第一次，就是一定会有这种赛事，是你要第一次去看到这首歌或听到这首歌。他可能之前没有公布过，你就必须要去比赛的话，你会以什么方式去适应这个东西？我觉得音更好玩的就是它其实每个点都是跟节奏有对到的，对、嗯、对，所以你抓到那个节奏的话，你就打得到。那、如果没有节奏感的时候，就悲剧了。不重要，不重要。没有节奏感的，就是常玩就好啦。我以前玩 in game 也没有很强，然后最近一直在狂练 in game。然后有一天我朋友就看到，他说你 in game 也变太强了吧？我就说，因为我的手指头也是很厉害。还是会练。康妮，你干嘛啦？我一直意淫我，只是笑一下而已，是吗？他只是笑比较大声。真的，对吗？你看，可是你刚刚脸很红哎，他是腮红。OK。讲那么多，直接玩给大家看，好不好？我们请你来帮我们，你开房，然后我进去吗？好，没问题。好，那我已经加你好友了吗？还没。还没，他可以，没关系，我直接创房间，也可以直接进来。Oh, OK， 我们要开房间了，各位。欸、你们还要组队战呢？没有，我们是同一间房间啊。你们一起组队是不是？所以说你的房间是叫什么？在房号是这个是聊天交友的房间。不好意思，因为我急着想要交友，我急着在哪里？按中间那个练舞大厅，对，然后搜寻房间，第查找27房，27是吧？27房，小妹妹我来了，等我一下。27房相约，27度，是的 ，Go。哎、欸，进入房间失败哎、欸！啊，被拒绝了。你开始比赛、哦，开始，你们开始比了，因为它有20个频道。哇，怎么办？你要确认一下你在哪个频道。你可以帮我就是开房间，然后就是有、有那个密码吗？不好意思，请问现在你在 S 一还是 S 二？哦，有我看一下，我在谁啊？不同的世界，我在，可能我在平行宇宙。哎、欸，我，哎、欸，我看不到我在从哪里看啊？因为这是威力的，威力你在 S 一还是 S 二啊？可以从这边可以从哪里看 S 一啊？你在 S 几？哦，你在 S 一，对，看一下哦，登出。你干嘛笑成这样啊？我刚大概从5分钟之前，我们那个聊天室全部都不是在讲什么游戏内容，都在讲康妮好色哦，康妮好，康妮很 A， 康妮好色，康妮怎么了？我只是笑而已啊，他们一直讲。完了完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密码，路线要变。好，我们。哒哒哒。
好，在威力帮我们设定的时候啊，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3月17号呢，练舞最强的舞团团长呢将带领团员出席，然后其中会有一位叫做安喵喵，他也是练舞的常胜军，将会出席麦卡贝的节目，还要来展现他的神手，是没有错，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石姑娘的厉害，没有错，好不好？我觉得应该很厉害的是他们在那个做的东西，很多东西他们其实手势不太一样，对，我有个朋友他是玩那个麦麦，就是也是类似那种，可是他是晃很快，而且他还要算说这过去距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还没有说一定都是一定的长度，他还要算这边就断去了。请问那种大型机台你们也擅长吗？不行，就是手游，就是手机游戏 OK。麦麦还蛮好玩的。那体感的话呢？像的不行，真的，对，就是像跳舞机或是 Just Dance 这种，不行啊，只有手可以。OK， 所以说其实还是要练，可节奏感还是要很强啊，真的。对，因为他如果没抓到节奏的话，没办法跟到那个点的。也是，我们进 S 万了，我正在好了，好，可以领3月签到礼物第一份哦。你是客服机器人吗？客服机器人。那你的房间一样是27吗？稍等一下，它是随机的。好，13。手指厉害就很厉害，好不好？各位会遇到一个人，恰如其分。这个好可爱哦，这个超可爱，这个衣服不用刻意迁就，任性撒娇，你们相爱并且可不可以开心一点？OK， 我看到花啦啦了，花啦啦，你的衣服也太帅了吧！而且它上面有很多花，哎，这是爱心飘出来吗？对啊，好可爱哦！哇，而且是粉红哎，真的哎，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到白痴跟。本来是跟神手的一个，好想看一个差距，这个差距，那个是买的，是徽章什么的吗？对，它这个游戏还蛮多东西，上面的话是你解任务或者是完成它的条件会送的徽章。哦，还有个萌哎，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好，那我们来吧，你选个游戏，选个那个选首歌，可不可以选一些我们会唱的？对，我们可以跟着唱，还是你选？哎，我想，哎，会有人跟着唱跟着打，一定会有吧，应该会有吧。你们要很快的那种，说不定他以后开麦，然后有911的吗？因为我刚才有哎，有人好多，再会中港侯达拉，有那个吗？我乘着我的牛儿在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那首叫什么？有，我看到你在玩这个。切鸭庄脚，对，超新哎！哎，观众都九七五三啊！各位一起唱，一起跳，一起玩。妹妹，你要跳起来哦！我准备好了。好，那开始喽。好，这会很难。反正等下跟不上，你就开始现场直接开始跳，就不用玩，就这样，就直接开始跳嘛就好了，对不对？我就管他的，就先直接跳好不好？我来了，哎呦，我已经忘记他的一些那个招怎么按了哎，一些招吗？一些招，还有一些招啊，还有招哦，好酷哦，还有一些招啊，好难哦，我的天啊！我们杰林要挑战边唱边打，可以吗？不行，他太快了，你难度选很高，对不对？这个是困难的啊！哇，不给机会，直接选困难，对。哎，我的画面是谁的画面？应该是华达拉德吧？哦，是我的。对啊，华达拉画面。嘿，所以是中场收尾。嘿，嗯，所以看回家跳，会不会情歌他们就会跳双人舞啊？好像会吗？有，因为它其实有7种模式，哦，然后也有双人的。哇，这个现在是合作还是 battle？是 battle， 这是 battle， 对对对，他也可以一个羞辱，两个完全是找人来羞辱我的，还选困难，对，来去隔壁拼 Just Dance， 来呀、啊、来呀、啊，力来，我现在看手到底怎么按，按点，我觉得应该很快的歌才看出来他的哪一个，哎，有人开始唱了。发现已经按不到了，所以直接就唱。哎 ，perfect， OK， perfect， one perfect。我告诉你，我现在认真起来。好，你认真，好，你认真。没有，他的手机太小了哈。换个 iPad 吧。太阳依然让我对你诉情话，我的真。
真，你问你是否听到吗？我的爱。哎，可以耶，都是红色的，都是背的，好不好？是猜没有？都是红的，哎，红的，红的就是背的，背的，背的。我就不想讲背的嘛。过了过了过了，哗啦啦打得我落花流水，真的落花流水呀、啊！哎、欸，我们再可以再玩一首吗？我觉得好好玩。来个快歌好了，超快要很快的那种。哗啦啦，你可不可以选个普通一点的？毕竟我是电玩主持，不要让我太难看。我每次看到他上面写那些，就很想配音哎、欸，他们那些标语，什么我想用一生时光，什么的。快乐一点的吗？快乐一点语气配音。快乐一点的可以啊。我想用一生的时光许你一个未来。你是快歌，然后轻松的，好了，快歌轻松的。这是什么歌啊？哦，你还在选是垃圾嘞？看到没有垃圾？垃圾是有没有新一点的歌啊？新一点的快歌，新一点的。快花花选好了。有没有想爱人？这是困难的。没有，应该没有想爱人。快歌都比较难哦。你他没有出集快歌哦？他没有出什么快歌哦？有，还有有简单的，好，那不然打简单的，好啊，谢谢你哦，好。你是不是可以不用看荧幕打？会不会 Apple 可以不用看荧幕打快歌啊？简单的还是他已经把它普备起来了。简单的反而一倍普。你要如果要让捷的话，简单的反而按不到。真的假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那个速度了。哦。嗯、这什么歌啊？谢和弦的歌。哦。哦哦，他是现在把这个对战荧幕拉出来，怎么回事？这个是在羞辱别人的意思吗？对，对什么？对，哎、欸，不错啊，我哎、欸，我才很久没有玩了哎、欸，可以啦，可以。哎，像 Apple， 如果慢歌跟快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厉害？我就掉了。他为了跟我讲话，好看我。哇，最佳助攻！今天跟他讲话，你们尽量跟他讲话啊。哎 ，Apple， 如果你说你要交男朋友的话，要怎么解决？他人家说不想聊。哦，不想聊男朋友。那如果说威力到你男朋友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想吐。我直接帮他回答了。快歌跟慢歌比较难，我觉得慢歌比较难，慢歌比较难。慢歌哦，因为快歌你反而就是跟着节奏一直按，慢歌节奏比较难抓，对不对？他跟谁合唱？这是谢和弦跟谁合唱的、啊？我不知道，对，完全不知道。他不是在跳舞吗？让我看到有些女生穿短裙劈腿，我说哇，劈成这样。我真的觉得很猛，为什么这种游戏可以打到全部都是科学？对呀、啊，他练了很久，人家专家。哎，发现你身上穿这个橘色，这个妆也蛮科技的嘛。拜托，我是三 C 达人，流线曲线都在我身上 ，OK。好 ，OK。晃光速战机。哎，对对对，光速战机，对。啊。哦，爱你那个吗？哦、开跳了，开跳了，整个分数拉到一半了、啊。哎、欸，他在这个时候可以聊天吗？不行，应该没有时间聊吧。他直接让，他可能只有几秒。哦、嗯，然后说那时候，然后高手就可以谈个恋爱。哎、欸，宝贝，我刚刚跳的怎样啊？他如果可以直接开放语音的话，就、OK、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比较不像高手在讲，比较小情侣啊，心海非常低阶的姊妹，小情侣啊。啊，这是 ending 了 ，ending 了。哦，哎、欸，你坐在地上哭哭，你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跟你讲，我应该算不错了吧？我来问一下我们的高手，我打的还行吗？很厉害啊，只有掉五个而已。你人怎么那么好、啊？这么厉害，我只有掉五个、欸，只有掉五个，好厉害、啊，只有
有掉五个哎，没什么，这是困难还是简单？是简单，还是很简单？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蛮快的，对啊，还是蛮快的。有没有人想要挑战一局？康妮啊，康妮或是 Sandy 有没有想要挑戰？哎、欸，我是 in game 白痴，真的。那就是要康妮了，那就是要康妮了，好不好？没关系，我们高手会选简单的那个跟你打一局，真的吼。对啊。哎、欸，等一下呢，那个线，我把小心啊。为什么是 in game 白痴啊？就是不常玩吧，不常玩。对啊，对啊。然后我很容易就是看的，然后就手忙脚乱这样子。笑什么啊？所以就真鸟有撕我哦。真鸟有撕我啊！你干嘛？人家不能真鸟、哦。没有，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就看到这种东西。聊友就纯聊天这样子。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聊帅。哦、oh, 欸，我是练口才的，练口才，练口才，练打字，我都可以，练打字，我都可以。是你要挑战别的模式，因为这次我们比赛有三种不同。好好，别的模式看着。好啊。哎、啊欸、，Sister 哎 ，Shaggy。啊，好啊 ，Shaggy 来啊 ，Shaggy。嗯，没有 TT 啊。TT 那等一下，看讲完那个，如果有的话。没有时间。我们旁边已经有两个人踢起来了。对，你要挑战什么模式？简单、困难还是？简单啦，让他简单，因为他都说是白痴了。好，简单。可是他刚刚说简单并没有比较简单啊。准备。简单没有比较简单哦。嗯，真的。Shaking。对，摇屁股。耶！赶快看，上面有小提示，你还不赶快看？什么 ？MB 是不会清零的。还不赶快看 ？MB， 他说要清 MB 啊！赶快来来。哎、欸，按左右的哦，哦，按左右的，我连这个都很糟糕。来了，一二一，右右左左，不要念出来，左右左右右左左，哥，啊，我们要干扰康妮吗？你等一下看，我们就上下上下，左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左右左右右。我要玩什么？左右左右右左左右左左左左左右右。不小心就有一个背了，糟糕！来学点，来学点。好，来了，右左右左右右左左右右左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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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感受一下，其实达人他都不太讲话。左右，达人我被干扰了，他还被口水噎到，还被口水噎到，砸掉砸掉，好惨！哎，他有没有那种就是没打我觉得是威力的手机有问题，就是有这种吗？有问题，太大声，要左要没有，他骑在说，他已经看你聋了。他已经错乱了，我看到画面上明明是右，他在念左，左左左右，啊，耶！不好意思，这个游戏有声控装置，是不是？还是你是那种就是那种在很后面台数，然后迈不出去的那种健身教练？我是潘若妮。出来这个就是要慢慢练，对，慢慢来啦，对，慢慢来，好不好？反正总之就是我们这个赛事呢，即日起呢，安静，闭嘴，安静点，不要笑，拿杀虫剂喷他的嘴巴，别杀人，我们这次呢有一个赛事啊，好，还没有截止，即日起呢到4月12号晚上的11:59，然后比赛的时间呢是3月10号到4月14号，每个礼拜五哦。报名方式的话，哎，我们有字卡的嘞。报名方式的话，我们已经秀在下面了。然后呢，你也可以使用官方的 LINE 群做报名的动作啦。现场呢，应该就可以遇到哗啦啦了哦，对不对？高手，你就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不知道的，就可以请他教你这样子。嗯，然后呢，我们赛事还有奖励跟时间表，我们要看一下。
他的那个奖励，哇，哎、欸，这个对你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东西，对吗？总价值20000呢、欸。其实这游戏还蛮花钱的，真的、哦。可是就是花钱会开心嘛，对，开心就好了，最重要。玩游戏就是要开心。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花钱就是开心。对，来这个总决赛的冠军奖现金有30000，还有啪啪嘟嘟礼包、啊、哦，有熊猫男仆跟熊猫女男仆光效套装啊。嗯，哇，还有双人坐骑耶，这游戏有坐骑太猛了吧？所以在坐骑上面跳舞。也没有哎、欸， oh. 可是可以放坐骑出来，就是可能在身旁、啊、出场跟在身边啊。总之就是有一些不同游戏里面的一些回馈给那个参赛的玩家们、嗯，然后大家可以喜欢的话，或是你觉得你的 in game 啊打得非常好的话，赶快去削一下好不好？这个是 PK 的赛程表，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上个礼拜五已经过了，就是在拜尔帕尔系、嗯。然后接下来呢，每一个礼拜五都会在拜尔帕尔系里面登场，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报名一下，好吗？好，那谢谢哗啦啦，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白痴与天才。流汗啊，流汗！白痴、天才跟疯子，流汗。好啦，那呢，接下来呢，就是休息5分钟，等一下呢，我们还有别的来宾要来我们现场，休息5分钟，马上回来。嗯